什么时候回广州？我都说了明天。妈的，回广州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真正的实力。妈的，本来在广州打的国服吕布，回家时候水土不服，狂掉打分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今晚最后一次机会，今晚再不上的话，再不把分上回高分的话，我自然会做出相应的措施的。你们不用跟他们打，等我来带节奏包赢的。感冒了，你们先别打，我先去断一下线。嘿嘿嘿，好，立功！我单切射手了，这你们不会还打不过吧？这里再不上去的话，我真要换号了，我必换号，明天我必换号，我不管了。我操！开呀，怕什么？我过来喽！我操，没打野还以为是要硬开吗？你说你包 C 零杠六，非常知道，我应该能把这个元根秒了，我爷。OK， 一共四打五。哇，完了呀！幸运飞满就没了，我操！无兵线越塔，终极偷塔机器九个塔，我那天拆了九个塔，妈的输了，马上回到1800，回到1800的死敌分，前期能单杀蓝 buff， 牛逼！哇，牛逼，能单杀蓝 buff， 老虎零 buff 开，说实话，2300我真没放在眼里。哎呀，不需要给机会，今天老子上不了1800分，我直接退网。八八站着上不了，直接退网。你知不知道这把谁是 MVP 呀、啊，老铁？打完看看这把谁是 MVP。在我看来，对面好像都是本地人吧。这个老虎。存到惩戒都比我先进进高调，都没想到我来了。哦，那你好像去了。吕布，快来啊！请求集合。我死了就别打了，回来回来。
无极苏醒，群魔不敢来扰。这敌人接那个，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明无常。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完成式。一波了，低分们。打得快自闭了。是不是谁来一把？哎呀，我这几天有点忙啊，兄弟们。又有明星要来找我搞活动啊啊！小虎子，你26连胜啊！平推了！哎呀，老虎怎么不吹对面？让我跟他较量较量！最高输出27连胜了吧，老虎啊，我小号炸鱼，你叫我辅助，我真的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相处的，五楼你非要逼我质量身份，注意一下，非常完美，可以吧，很帅。哎呦 MVP 没了，妈的，争取10分钟之内拿下对面。1800，这个理性小戴1800打了个2200一样，确实。再来一把女王，那一把我知道你们没看够，上把你肯定觉得我是运气好，对不对？你心里是这么想的啊，混了个 MVP， 混了个40输出，无效输出，这把看好。你追你，哦，他没了。你妈的，这真的就是在明眼了，这两个进攻，瞬息千里。Enemy Godlike.
没了。这把百分之百被演了，这一把。上次这么说的那个去补幸运分了，我来给你展示一下。妈的，这个英雄已经是我的一个杀手锏，不过给他改废了，改的我不会打了。再放个一技能全杀，哇，真的好强！我靠，你们怎么被老虎杀光了？还不死！哎呀，走歪了！我操！先骗他一个大，不急，我在精准锁敌，锁到。说到就很漂亮，哎，无所谓，全场，哎，高地有了，开始撤退。别勾，你就听不懂人话。等他们拢过去，我们兵线有优势啊！杀你哦！活该输吧，白打十几分钟，超爆中规。老子上路兵线稍微一带，他们就得回家。那个西施要是但凡会玩一点，那么这把也能赢。那芈月是彻底废了。轮到敌方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You have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这个辅助，你是最不配赢的那一个。刚才和李白两个草包，赶紧，这时候赢算你运气好，两个废柴。最不配赢的就是你们俩。哦，妹妹啊，俘虏了。难道我这把打的不好吗？我这是死多了一点，打团输出拉满的。我跟李元芳。两个外地人带飞吧，我是吕德华啊，大家记住了。小 C 还有个银牌战士，不用退网了。现在打野只玩韩信，只玩韩信，别的打野我暂且不玩。哎，别！我不可心。哦，
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You have been slain. Your turret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 have been slain.你过去复活塔呀！海豹杀意，死过黎明，忏悔吧！一副松枪。Enemy Godlike, Enemy Killing Spree, Been Destroyed.正在被攻击，对面的孩子。哎呀，门都没出去就死了！我操！妈的！好，还好，好，赶紧开，还来得及。啊，英雄是来不及还了。给你大爷。那他妈还不是一天吧？因为没掉一天七，叫什么？发起进攻，开始撤退。哎呀！发起进攻。这两个没伤害的呀，怕什么？绿豆花在飞呀！功德圆满，1800。妈的，回广州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真正的实力。妈的，本来在广州打的国服吕布，回家时候水土不服，狂掉打分。